一、二、三，这个应该没什么困难啊。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现在刚才我数一二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在一二三中间和第一个一二三和第二个一二三中间有一个停顿。那应该呢，没有停顿，就变成一二三，一二三，或者一二三四，哎，我们试一下行不行啊？你们的右脚开始，我左脚开始，一二三四五六，没问题吧？没问题啊，连在一起，一二三四五六，再来，一二三四五六，再来，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能不能做两遍，给连起来做两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连在一起，右脚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可以吧？再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现在再往下走，一二三四五六，第二个一二三呢，我就七八九往下叫了，一直叫，OK，然后最后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可以吧？可以啊，再来，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可以了啊。好，我们现在就只要到八就行了。不要到十二，就到八，啊，八的时候，我这个八有点难，九就容易了，慢慢你就会体会到啊。现在就八到八，右脚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不要回来，停下来，这是七八，哎，七八到这，这九就在这了，对吧？再来啊，到八就停下来，这要开始。啊，从这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停了，再来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时候重心呢在你们的左脚上，右脚是可以走的。好，刚才的一是什么地方？一就是在这，OK，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连起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是不是有一点绕？OK，七八以后七八不回来，继续走一，哎。连起来试试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遍。哎，我转过去了啊！我们看看，右脚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了两遍，对吧？再来啊！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没问题了啊。有那个最好，如果要得到些反馈的话，你可以把摄像头打开，要不然呢，我就问有摄像头打开的朋友们，可以吗？可以就来一个这个啊，可以，可以，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啊。好。刚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把这个呢速度加快一倍，我们就不这样数了。我们数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OK。所以刚才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回来重复一遍，五打六打七打八打，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就把喊的那个
数数的方法改了。哎，叫我老公给我弄点水来。律动，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加上一点身体的律动，就是哒哒哒哒，哎，哒哒，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加上一点律动在里头啊，再来一遍。五六七八，一打二 ，sorry，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好，再稍微再加速一点，再快一点。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可以吗？我们可以慢慢再学，慢慢练，没关系的。我把那个音乐速度呢放慢，放了很慢。然后我准备呢，这个舞蹈我们跳三个星期，一直跳到 St. Patrick Day。St. Patrick Day 呢是，我看了看，好像刚刚好是星期三。对 ，St. Patrick Day 呢正好是星期三，十七号，三月十七号，然后是我们上课的日子。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是跳这个舞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到时候会穿上绿色的衣服，大家都穿上绿色的衣服，跳一个，我们来一个开开心心的过一个 St. Patrick Day。OK。好，我们现在开始，这是基本动作。好，我们现在开始教第一句。哎，第一句，一，右脚踩下去，二，左脚踢出去，三，左脚回来。给、okay, 你看一下啊，就是右脚踩下去，左脚踢出去，左脚回来。给、okay, 左脚回来 ，and 左脚放下来，右脚，左脚，哒。回来就会到了你刚才我们学过的那个动作了，就是那个学过动作，看到吗？就是这样，你不用数，就是这样，这个是你的基本动作 ，OK， 就回到这个基本动作了。但前面加一个头啊，前面加一个头，一、二，家里还记得吗？家里还记得哈？一踢起来。下去，好，后面就跟我们前面教的基本动作一样了。回来，这个我就不数了，我就不数了啊。这个就是基本动作。
动作啊，不熟了啊，就基本动作，就在这基本动作前面呢加了一丁点踢和勾。 OK， 好，从那个左脚开始就加一点点，本来这个就是基本动作，对吧？但是我们加了一个踢和勾，踩下去踢勾，好，就开始了。好，数数怎么数？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哒。从四开始就跟刚才学的基本步是一模一样的啊。一哒，二就跟刚才一样了，三哒，四哒，我们说四跟五是踩两次的，对吧？五哒，六哒，七哒，八哒，就加了一个踢和勾，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哒。再来，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不做它，八停下来。再来，五六七八，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五六七啊，一的时候给它跺一下脚，哎，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稍微快一点啊，快一点，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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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样的速度，可以。嗯，好，我们再第一句放在旁边，这第一句是最难的，好，做了这第一句，接下来都很容易啊。我们刚才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哎，我们下面呢是一二啊，没有打真是好，哎，一二三打四啊，就是往旁边旁啊回来，然后左脚在右脚后面，哎，右脚旁伸，左脚在后面的前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叫葡萄臀步啊，一二三打四，同样这边也是五六七打八，哎，这是第二句，所以第二句比较容易，把第二句做两三遍就可以了啊，是比较动作就第二句的速度就慢下来了，从刚才是
七，哦，这是八，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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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手放在这里，一，二，三，打四，五，六，加上头，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再来，一，二，三，打四，五，六，加头，一，二，三，打四，五，六，最后一遍，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第二句应该比较容易，我们把这两句连起来。两句连起来，先慢一点啊，由脚开始，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再来一遍，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再来一遍，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我们看看能不能跟音乐啊？现在跟音乐呢，我们就跳前面两句，然后再两句休息一下，再跳两句。OK， 用的是慢的音乐。现在怎么样？都活下来了没有？都 survive 了是不是？好，接下来啊，我们走下面第三句。在说第三句之前呢，我们要把第二句呢，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来，我们下星期跟不上，我们下星期再可以重复的啊。就是主要是放，还放就可以了。你们开心，跳得开心，第二个呢，跳得出汗，然后今天的运动呢，就算完成了。第三句之前，我们讲第二句，第二句刚才是这样说的，一，二，三，打四，
五六七打八，现在加一个哒。OK， 再来一遍，加一个哒，这个哒非常重要，我要拎出来专门讲这个哒。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哒。给把这个哒呢，就是把左脚拉过来，接下来还可以走右脚啊。再来，不要忘了这个哒。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打。好，我们现在往下走，右脚开始往后，一二三四，这头上是不是比较简单？我侧面走啊，侧面走，右脚开始，是后退回来上前转。转的时候呢，转完了以后重心是在前面的脚上的啊，我们向右脚还是可以走的啊。再来一遍啊，就右脚是可以走的，现在右脚往后，回来重心到左脚，右脚往前转身以后重心在左脚。这前面，这是前面的四拍不难，一二三四。好，接下来要转了，五六打七八，点一下，给，这是前面四，五点一下，五点一下，然后呢六打啊，等我错了，一二三四，五往前，然后六打七转一圈，往右转一圈，六打七，点一下，八八就是点一下，没有中心了，八八，来，五六打七八。那有的朋友如果不喜欢转，我等我会很快，等我会。五六打七八会很快啊，如果你要是在地毯上或者转起来不是很方便，你就不用转，你就五五六打七八，哎，也是可以的啊，就六打七八，就是要点三点点点点啊，打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一遍，先往这个方向往后退，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哎，再来，转或者不转都可以啊。右脚开始，一啊，转，我应该往这个方向。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来，我们走，退进。前转，前转转转，点，这是点。OK， 再来，那个方向。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好，我们现在能不能把三句合在一起啊？我们看看三句，哎，好像有 chat， 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我这还是慢了20%呢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走，正常的方向走，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所以这个八的时候呢，是应该是在背面，啊，在背面，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
们从第一句开始。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一、二、三哒、四、五、六、七哒、八哒。一、二、三、四、五、六哒、七、八。再来，一、五、六、七、八。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一，二，三哒，四，五，六，七哒，八哒，一，二，三，四，五，六哒，七，八。最后一遍，我们把音乐，五六七八，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一，二，三哒，四，五，六，七哒，八哒，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句是吧？还有一句我们就休息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重新开始啊。我们留着最后一句，看看我们能不能 survive。前面点啊，然后我先转过来啊，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你背对我就看不见了。我先转过来，我或者这样吧，我先那边看一下啊，这是八，对吧？一再点一下，一哒，二哒，三啊 ，OK， 一哒，二哒，三四。撞了 ，OK， 哎，五六七打八，那个五六七打八就跟原来那个一样的，是五六七打八，就跟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一二三四啊。我现在是八，一再点一下，刚才是
再点一下啊，这是八，一，哒二，哒三，四，转过来，哎，然后五六七哒八，哎，一，哒二，哒三，哒三在这里，四转身。180度，它应该是270度。我们现在往一个方向走，就是180度转身，然后最后一个5678就没了。啊，我现在是正常的方向是，你们应该背对我，对吧？那我现在是对着你们啊，你看一下，先看一下，要不然就看不到。就是这是八，对吧？八，一，大二，大三，给，所以一。转过来以后呢，把重心放到右脚上，五六七打八，就完了，这就是第四句。哎，再来一遍。这时候呢，你可以回过头去了，回过头去看看行不行啊？右脚在前面点地，一的时候再点一下，一，二的时候左脚点，二，三的时候右脚点，点在后面，三。OK， 所以这三步呢，就是右脚点在前面，左脚点在前面，右脚点在后面。Okay? 但是在点的之间呢，要换偷下步，或者说小跳一下。Okay? 一，大二，大三，转身四，好了，五六七大八，下面就可以重复。Okay? 下面就可以重复。再来第四句啊，第四句应该是背对观众的，这是八，八，再点一下，一，大二，大三，四，五，六，七，大八。好，我们现在把四段都学会了，把四句都学会了，我慢慢的走一遍，然后把过门也教一下。OK， 过门很容易，我前面学过了。今天好像花的时间蛮多了，是吧？没关系，右脚开始，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哒，八，一，二，三哒，四，五，六，七哒，八哒，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打八，再来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打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第三遍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打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一二打三四五六第四遍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打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打八。好，你跳了四遍了，应该是四个方向。
那我们现在四个方向全部往前，接下来是一个过门。过门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学的基本功，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OK， 再来一遍，六点开始了。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这是一句，第一句。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换队形，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队形，所以呢，就七打八打，我们就转九十度，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 ，OK， 我们就这样，前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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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就是每次都转九十度啊，比较容易往左转。OK，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然后接下来一打二，从头开始，然后再来四遍，一二三四四遍，四遍完了以后呢？再来一个过门啊，这个过门呢也是这样，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音乐结束了，左脚往前跨一步，把手举起来，这个时候音乐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我们跳一遍，因为这个很累，我们跳一遍，我们就接下来跳些其他的舞蹈，放松放松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是不是跳得很过瘾啊？好，我们稍微歇会儿啊。
跳一些，跳一个比较慢的。现在是16分，好，我们跳一个 Fly Me to the Moon， OK， 不需要复习吧？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下面一个，我们今天我们就全部跳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啊、一大半节课都跳的比较激烈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跳慢的啊，跳慢的跳。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 comes.And my heart burdened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下一个，哪一个比较慢呢？啊 ，Tennessee 是华，再来一个华子吧。好。I was dancing with my diamond to the Tennessee walls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l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y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挑初恋的地方比较好。我们的初恋地方哪里去了？哎，找不到了，找不到就算了吧。Advice。这个脚开始，再这个脚，来，左脚，左脚。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的主席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了？上次他叫我不要马上把大家放掉，主席先生有话说。主席先生啊，他不在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要下去了。我们下次再见啊。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开音，开那个 Mac。哦，好像有人开了，好的，再见啦。哎 ，practice 一下，老师，谢谢老师哈，谢谢老师，再见。哎，好，拜拜。我不知道管理在不在，我对、哦、对，我也不知道管理在不在。如果有朋友要说话的话，就是没办法，大家能开吗？大家能开 mic 吗？我知道啊。哦、可以吧？北大李老师来了，李老师，哎，大家好，哎，好，既然你能说话就可以了，哦，我可以说话啊，那就行了，行了，李老师在了，就好，接下去李老师的课啊，哦，好的，你们结束了吗？跳舞的，我们结束了，我们结束了，嗯，那个、真好，跳的真好，我想要先停一下，哎，你可以接下去了，哎，好姐，李姐姐。你看他整个那个眼神就是走位还是走的蛮好的，至少对对，就是表情也特别好。美美老师说的也很好，就是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包括郭兰。